台南慈中获得教育部颁发生命教育特色学校奖，因在校长期耕耘与落实，引导学生自主服务学习，生命体验与生活实现。生活中的慧命就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希望经由这样的学习，让孩子真正知道生命是有韧性的，生命是有创造力的，生命更应该不断地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亮点。获奖的20所学校也共同分享成果，彼此观摩交流。比如说12月份的感恩月，我们会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，先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去做年终的回顾，然后能够有一个愿望，为新的年度做一些准备，那能够去发扬他的爱心，去帮助其他弱势的人。各校从生命、环境、社区互动与服务，到接轨国际脉动等面向推动，都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生命的真谛与意义。大爱新闻谢金荣、李明峰，嘉义大林报。